でしょ。吃早餐。关掉了，夏永群要吃粥了，好，来，自己拿。哎呦哇，这么会吃粥啊，哇，好吃好吃，对不对？哇，玉米粥好吃好吃。啊，妈妈呢？在哪在哪？哦，我们在吃，还有好多呢，哇，夏永群好开心啊，吃粥好开心啊。
好嘞，涌泉换瀑布，去涌泉换瀑布，一点点呢，最近尿尿没那么少的感觉呀，先喝水喝，小涌泉喝水去呀，光光。喝完就睡觉觉了哈，等等喝完。
数学负债。Hello， 二哥，我是小金。今天是我们金色汤姆第281集。嗯哼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什么？听说您又中奖了，那么厉害、啊！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之前才跟小金聊，我说哎、欸，怎么还没还没生之前就是随便抽随便中这样？就是中奖几率蛮高的。对，嗯。他说阿鲁，我就说阿鲁最近没中，他说嗯。我最近比较忙一点，没有时间上去抽奖，没有时间上去抽奖，就中了。对，听说啊，价值蛮高的，是不是？费雪安抚瞌睡云朵，什么意思？它是一个枕头，对，这样我不知道实物大小，但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毛茸茸的枕头，但是它有一个机器。有声光，有音乐，有白噪音，可以挂在宝宝的床边，然后也可以让宝宝这样抱抱。哦，所以它不是拿来睡的。它其实是，这不会电到吗？不会啦。为什么不会？应该不会吧？为什么不会？有电就会电到啊。那怎么洗？可以，里面那个拿出来，外面那丢进去洗，可以。哦，里面那个会有声光，然后有声音的机器，对，那个、可以拔出来，对，然后丢一洗，然后再塞回去，这样。对，嗯，然后中奖者有三名，我是其中一名，就是，嗯，会不会跟我一样？就是其实参加抽奖就六个、九个，然后你就抽中这样，也有可能。对，其实中奖率很高。对，然后五月底会到。嗯嗯。再给你一颗，这样一颗要1000多块，怎么？嗯，1400，特价之后我查过，特价最便宜1400。特价还有1400？嗯。那原价多少？2000多？嗯，之类的。是大牌子吗？还是？费雪牌。费雪是什么牌？有人是牙金，是牙金费雪牌。对。他卖什么玩具哦？嗯，安抚玩具、餐椅什么那种都有。哦。嗯。可能你抽个餐椅嘞？哎呀，因为我买了、啊。哦，你就不抽了？对。所以他也有抽餐椅。没有，他这次的奖品就是那个枕头。哦，就那个枕头。嗯。餐椅也可以抽啊。但你要有他送这个东西啊。哦，好好。嗯，反正蛮幸运的。赚到。对。好。啊，听说今天中午那一波又是大家厮杀乱七八糟。哦。对，口罩。嗯。对。第二波四出，嗯哼哼哼，有抢到的吗？群组好像没有人抢到，哎呀，对，大家都光顾、哎，一片哀嚎。我看还有没有第三波啦？对，对，只要疫情也要配合，嗯，对，如果疫情缓和下来，工厂就可能有机会接这种客制化的订单。嗯嗯嗯。啊，来念一下留言哦，感谢舍哥小鹿手俊杰，爱你哦。原来小助手都是同一个人啊！嗯，对，他今天自己跳出来承认，对、哦，就是部长。耶！对，我还想说，靠，人家怎么忽然那么多小助手这样？嗯，对，有部长承认就好了、哦，这样我就可以把他们全部归纳在一起。谢谢部长。哦，部长抖很勤哦。嗯，对，还有潘冠宇，嗯，对，这样个很铁，对对，有钱没地方花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抖那个要多少钱呢？我不知道他是有一定金额，还是说？跟那个 YT 一样，就是、你要抖多少都可以，不知道。对，嗯，我有问过阿良说他那个系统啊是自动产生的，就是你留姓名跟留言，然后抖内这样，嗯，就是那个名单自动产生的，那是不能删掉的，也不能作假的，嗯嗯嗯，对，就你有抖才会有出现那个，嗯嗯，对，所以他们才每次都要念完，嗯，对，嗯，或者说今天抖100个，然后那个。没时间的时候删掉这20个不行，嗯，对，它就是系统就是电脑跑出来这样就是这样，嗯，对。好，来看一下头像是哦，晶晶应该是个冰雪，哇塞，要先抢一下头像哦，头像第一站回去补睡一下喽，我原来是起来抢头像了，对，刚好今天还是假期开心，嗯，哎呦，这样是休4天的，连假的意思，哇，那还不错，马来人的新年，嗯。一开场就有 LINE 加入，可惜马来西亚还没有这功能，哭哭。对，蛇新做了一个片头，
对，把我们社群的 QR code 贴在上面。哎呦，哇！你不知道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是都没有看片头，是都没有关心片头，没有在看片，没有在看片，对不对？这个你的频道真的要改名称了啦，金色母汤了啦，温妮念错第一次，泱泱念错第二次和第三次，嗯，答错咯，温妮也是念错两次哦，泱泱是念错两次，但昨天晚上，首播完，然后直接跳那个温妮的 vlog 直播，嗯，他爬山的直播，嗯，对，他有跟蛇哥道歉，嗯，对，说他去罚写，嗯，对，他知道他念错了，哦，有人提醒他吗？还是他自己说？对，有人提醒他，哦、对对对，哦。十二个，你记得寄发票喽，有三张，四张呢。再来是荣凯，十哥就跟木曜一样，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。对，十哥礼物不会让我们失望。你觉得会吗？嗯，我没有，我不会啊。对对对。再来是板桥观音宫，哇靠，真屌！他连图案都是用观音宫的。哇哦。新朋友吗？对，新朋友。嗯，就是庙公还是什么的，不然怎么用你的缩图也是用庙的那个缩图。蛇哥最棒，哎呦，新朋友居然就知道蛇哥最棒。但是玉金色母汤，然后本来说不要再闹了，蛇哥。嗯。但是部长、嗯、之后名称改倒着念好了，十八禁，我可以啊，本来就是应该倒着念，不是吗？嗯。这就是我们频道的宗旨。没错。这是第几集？什么第几集？金色汤姆什么意思？你查一下。你问你朋友那一集，蛮前面的。好，我看看。另外，小助手都是我抖的，记得给我满满雷拉。哦，部长没有问题，还是我直接带你去雷拉家好了。敢不敢嘛？我就问你敢不敢去嘛？直接带你去雷拉家，我看你要多满有多满。哦，你最好给我满出来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无言的抗议吗？嗯，不会抗议啊。今天雨姐又不是我去，是他去啊。那你要带他去啊。我在雷拉等啊。哦，我知道。我爸爸。你要看雷拉要不要啊？我爸顾门口。话说十二哥，昨晚我在 IG 看到比列的 IG 有放木曜工作人员在拍东西。十二哥，你还站上桌子拍，是什么东西？需要到你站在桌上拍啊？是不是很屌的东西啊？对，那是之后的一个大企划，很屌的大企划，是有关于 love 的大企划。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测试道具跟敬畏，对，想说在 那样的道具下可以呈现什么样的敬畏给大家，对，一定很屌，大家期待一下。嗯，对，连我也吓到这个企划。你知道什么企划？我知道啊，你有跟我讲，是不是？嗯，你有没有很期待看到成品？你在笑什么？今天也是日文版故事，昨天的木曜也学习日文，可以拿来教永群，尤其是第一句金玉啊，男生的蛋蛋永群有金玉哦，废话，永群蛋有金玉啊，你还有两个，金玉是一组的意思还是一个的意思？嗯，它不是像英文可能有 S， 你知道，嗯、金玉石。嗯，它就是指一组。嗯，哦、一组。哦，嗯、哦所以它哎、欸，所以不能有两个金玉，对不对？两个金玉什么意思？就那个讲两颗金玉吗？不能这样用。就是指那个、啊。嗯，那所以不能用两颗。我没有研究这个东西。没研究。对。好。二十分钟口罩卖完，很多人没有抢到，网站 PC 用卡都不行。对，通常都这样，就跟抢演唱会的门票是一样道理。对，听说今天也会再多加200盒预购，就先祝台湾的粉丝可以抢到啦。马来西亚的我们和香港朋友就不和你们抢了，因为有牵扯到医疗的关系，海外不能购买，忍痛啊。哦，对，这种网购那种医疗用品。哦，马来西亚跟香港还是不可以，台湾好像也不可以哦。你说网购医疗用品，就如果我们买美国医疗用品这样，嗯，免就好，免就好。来，今天的蜜雪，20分30秒，你们真的不懂吗？别骗了啦，大家都懂啦，不要再闹了。
现在是怎样，真的不懂啊，在讲什么？那、啊、你是找到没？没有，这很前面啊。我知道啊，但是为什么就找不到呢？就你跟大学同学吃饭，然后说你怀孕的时候啊。对啊。对啊。你现在看到第几？第55集。没那么后面啊。啊，我前面就没有看到没。怎么可能？那你还念我还找？好，你念到哪？缺一个。好了，哇，你第一次挑战哦。哎、欸欸、也剩两个而已，晶晶爱去冰雪的。嗯，好，晶晶爱去踢冰雪，靠腰。12:30开卖，口罩10分钟可能更少，好像是5分钟直接售完了，要秀啊！木药粉真的太厉害了，是不是？那真的要手速很快，要抢的。嗯，好 ，Kevin Chong 卡住了吗？说，哎呦，听蛇哥这么一说，赞呐、啊！蛇哥最帅，蛇哥最像彭于晏呐。不好意思，我笑出来了，笑场了。对，哎、欸，奇怪，为什么没有？对啊，没有我就怪怪喽。是，你要叫我跳级哦，因为55集已经到过年去了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所以我就一直在找你，你看那个数字几集几集。嗯，好，看有没有漏掉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嗯，彭于晏，嗯，什么意思？好，那今天哦，我买的那个宝宝粥到了。嗯，新口味，有玉米的玉米米粥，然后还有一个是黑宝玉米米粥，它是两种玉米米粥，但是不同种的玉米米粥。哎，第十集啦。哪里呀、啊？第十集。和二部曲。啊，你。都我记得很前面呢、啊。对啊，但是你缩图居然不是。不是啊，金科汤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不是，我是说那个标题。标题是，哦呵呵呵，不行。对啊，我就是看标题，我想说、哦、怎么没有。我记得是上大字。哦。好，反正就是。你刚看用什么？什么封面？哎呦，听沈哥这么一说，赞呐、啊！聪明的你就懂，他懂我在讲什么。什么？哎呦，听舍哥这么一说，嗯，赞了、啊，嗯，他懂我要表达的意思，嗯，是不是？嗯，有关于神秘小礼物的部分，他懂，嗯，是不是？嗯，就跟他懂舍哥最帅，舍哥最像彭于晏，什么意思？到底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还是你觉得很丢脸？不会啊，不然嘞。很开心，与有荣焉。已读不回什么意思？嗯，还有开心、兴奋，睡不着。对，不让你睡。嗯。好啊你。好啦，就是两种玉米米糊啦，然后跟一个是好像是活力蔬菜米。活力蔬果米糊吧，还是它是只换名字啊？上次叫综合蔬果，但内容不一样啦、啊。哦，对，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是紫薯甜菜米糊，嗯，大概就是这样。上次只有紫薯，这次加了甜菜。对对，就是那种比较倒来倒去，然后就让它，所以它没梗了。嗯，对，开始骗口味。然后今天喂永群吃那个玉米米糊，永群吃得很好。嗯嗯，原本只打算喂他一次啦，然后结果晚上要应该说时间到了，他饿了，他要喝奶的时候呢，奶不喝。对，只喝了50。对。他是又厌奶。嗯嗯，这几天又开始厌奶了，然后我们就赶快，我赶快用那个米糊给他吃。就是他吃光光，对，吃很多，对，大概有10口吧，嗯，对，嗯，所以他现在是不是比较喜欢吃？他当大人了，嗯，他想要当大人，他不要喝奶奶了，嗯，这样不太快，才5个月，哦哦，哇，奶粉还有4罐，哦哦，噔噔了，喷钱的，
干。嗯，好，就是这样。然后今天也是吃好睡好便便好。嗯嗯。哦，你讲到便便是不是？嗯。来，我这我有个问题来问大家。嗯。小健换尿布的时候啊，因为他们说，我们现在可能吃副食品还是什么的，就是会有结块，那结块吗？对，就是会有成型的大便。嗯，对，不会像以前都细细的这样。嗯，对，就是会有一块这样。嗯，对。然后小健把尿布换下来呢，他就会把那一特别把那一块，嗯，拿去丢在马桶。嗯，然后尿布再包起来丢了这种。嗯，然后说，你这是脱裤子放屁吗？嗯，你就尿布直接包一包丢在那送就好，你还特意把那一颗拿去丢在马桶，请问这是什么逻辑？嗯，好像我就查过，应该是要这样做。然后我妈也说，好像是要丢垃圾桶，不丢马桶，就冲掉，就跟人的大便一样，你不会把就是人的大便丢到垃圾桶里啊？可是它在尿布里啊。对啊，但它是可以动。丢到那个马桶里的、啊，然后嘞，然后尿布再丢到垃圾桶里。嗯，所以这个，那你之前呢？你之前为什么不把那尿布洗一洗？算了，我没有要洗尿布啊，只是你一块大便，嗯，然后你就丢马桶就好了，就冲掉就好了。那跟垃圾桶差在哪里？好，小鸡都没电了，好，我就问孙耀金跟部长，看他们会不会把大便捡出来丢在马桶。嗯。就这样没了，就这样。对，来，嗯，哎，先有钱吗？就是那个米糊到货200元，200元，嗯哼，所以是几包？12包。哦，十二包，对，哦，一包还17块，嗯，我在做活动的时候买的。好，那今天就是花200，哦，涨了，今天涨了。雷坛出来总共是274932，哦，您休假了，你又得休啊？休，让他休。他休。让他休。你安排好了。嗯。哦。对，我要去脱音啊。哦，你要脱音啊？免脱音。对。已经准备好你的 vacation 了。嗯，对。好，这样我先休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明天早上。8点见，拜拜。潘贵已经怎么汤？